今日请坐。咱各位学员、各位同心，以及网络顶咱遮的乡亲士大，大家阿曼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真欢迎吼，啊！伫遮会当和大家见面吼，话可能伫初级班也捌曾经大家交陪过吼。啊，今仔伫高级班，高级班我相信侪足侪基本的理念应该拢有概念较对啦吼。那么首先我先爱做一个了解一下吼，为海外倒转来的咱遮同心有几来举手一下好无？好来，哇，来个拍拍鼓掌一下，足无简单。安尼千里迢迢，应该讲是万里迢迢啦吼。安尼飞机啊啥，包括我嘛是呢。多谢多谢，无啦。咱在座个拢剩个，就是拢伫台湾倒来遮个嘛吼。来，我那个家己拍一下，拍下一下。真无简单，因为吼，足侪伫外面，我即咱本土台湾人也好，也是住伫台湾个人，对这国际法拢还阁无了解，啊，甚至话啊，唔甲你了解，所以作假啦啦吼。那么基本上，咱伫外口咧宣传的过程中吼，拢会遇到三种人，吼，事实变成三种啊啦吼，唔是两种俩，三种，诶，三种人，一种就是啊，你甲讲，伊马上听哦，啊，欢喜个，甚至困袂去，吼，啊，迄种个呢，咱来鼓励伊，我那跳出来做伙斗杀。因为咱这是整一个大工程，啊，真庞大的工程，需要愈济人，啊，愈有心的人做伙来斗上吼，这是大工作。那么另外第二种就是听了，伫遐心的摇摇摆摆吼，加减拢有捌有过嘛吼，敢捌啊吼。那迄种的吼，咱加较塞较侪资料，塞较侪资料，图片也好，每条也好，文章也好，塞去互看。好，一个再加深去了解啦，吼！啊，我相信看久，伊就整个有逻辑概念啦，安尼来，伊可能就当接受啦。啊，第三种上界可怜的，就是安那，你安那个讲，伊就无要甲你信道，啊，甚至佫甲你呛声的。迄种的人，无要紧，你也免含伊努力，你甲囥在边啊。因为迄种的已经有先入为主的概念，伊无要甲你接受这啊。啊，迄种的你若含伊讲较济。加费精神，你话家己会伤歹性命吼，甚至上在吐槟榔啊！吼，迄种的吼，咱唔免插伊，甲放边啊就好。吼，所以我是感觉讲，咱先甲力量放淡有效果，爱当真正出来听好清楚迄种的安尼啦吼。呀，啊，这互大家做参考。另外，我要问请问大家各位吼，我以前捌咧讲这战争法的过程，拢捌听过啦吼。敢捌捌啦吼，啊捌安尼，我今仔这毋免阁再重复讲啦吼，因为这大家拢了解啊，拢了解嘛吼，就是讲咱用什么要共讨物件，哦，这拢个大概有概念啦吼。OK， 那么今仔我即马就是先来讲一寡，咱基本上吼，头即马一个少年啊，有咧甲我讲，吼，好个在恁有来研究这物件，所以。甚至一寡只的迄个民进党以前作些代志，拢唔甲咱讲真相吼，啊嘛唔甲咱讲真正的原因，包括美国迄边遐，美国迄边遐伫2007年6月26号，就是陈水扁先生还佮咧做总统的时阵，啊，迄阵陈东山是总统府的秘书长，美国下三个命令来到台湾，啊，经过 Stephen Yang。就是杨淑丽吼，亲亲下入去到总统府，讲甲足清楚，但是足侪人拢听无啦。哦，第一，伊就讲台湾唔是中国嘅一部分，嘛唔是中华民国嘅一部分，恁爱记记在心。第二，伊讲台湾人未使画公道。第三，台湾人嘛未使画独立。哦，简单这三个指示啊，这三个指示。啊，足侪人搞不清楚了。第一项可能大家较了解啦，因为台湾唔是中华民国，唔是中国一部分，这可能较容易了解。第二项讲台湾人袂爱公道，这足侪人都搞不清楚啊。讲啊，是安那个袂使公道？你美国人一讲到足侪代志拢咧公道，是安那台湾都袂使？来啊，问题就是遮，
美国人伊个理论甲含理论就是安尼讲，台湾两种人呢，思思有两种呢，啊，这两种内面一个是本土台湾人，一个是为中国走来的难民。那么中国人敢有权利、敢有条件、敢有资格来决定台湾的代志？有无？无啊！啊，既然也无，你变哪讲道？哦，重点就是伫遮啦。啊，过来就是点，哪要讲道，谁要办？谁要来办？总不能讲啊，刘往这个中华民国选举委员会来办？哎，你就知影是中华民国选举委员会，那是中国的物件呢。伊哪有资格通来办你台湾公投的代志？啊，所以最近足侪人问讲，啊那呢？何事公投？什么公投？唔特别生？唔是啦，咱来看代志的状况。那一般民生所需的代志，啊是一般比较不牵涉到地位、管理这些物件的，一般的这都可以啦。啊，那是有关一个主管，有关一个国家的这个地位，啊是一个所在的地位的。诶，这个决策都袂使啊，因为台湾后果是伫美国的军事占领之下。啊，你若要公投，伊敢有同意？所以我咪讲，若要办这个公投，都爱上办；若袂，都爱美国跳出来办。美国跳出来办，中华民国伊本身是中国嘛，伊无资格通决定台湾的代志。哦，所以这咱逻辑状况，咱啊，我相信足济听过这个。初级班啊，即马来高级班，应该加减拢已经差不多当了解啊吼。啊，过来就讲独立的问题。美国嘛，甲恁讲啊，讲台湾人袂使话独立。哦啊，即马台湾只一寡只派系话讲啊，台湾若话独立，我迄边阿强迄边就要甲你拍过来啦。其实唔是这种的真相，这唔是真相。问题伫出伫对，台湾这个所在。我美国为着你这个所在，费尽偌济资源，费尽偌济兵力，费尽偌济牺牲，来甲你保护你这个所在。敢那一单单一个硫磺岛事件，硫磺岛的战役，几万名美军牺牲底下，美日本的军队伫迄个所在，全部到尾拢七百自杀，全部死啊，无存无半个。迄个所在就跳过来到台湾啦，这个部分。美军是费偌济精神甲主力来甲你用这个所在，啊！你若要喊独立出嚟，你敢有经过我这关？哦，所以这问题就伫遮嘛。过来就讲，你若独立，那么你是要为倒一个国家独出来？你若讲中国，你死啊，无路通行咧！中国恨袂当甲你食起来，甲你吞落啊，那有可能搁再互你独出来？哦，独立的意思就是一个大国家啊，一个部分，伊要分开，要 independent 的处理嘛，是不是啊？呢，啊，既然那是你若讲是中国的一部分，你无路人走呢，啊，咱家己唔能造出麻烦呢，唔能自作孽不可活呢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既然安尼话，人美国嘛讲得足清楚，袂爱化独立，啊，即卖因遐派系就讲，哇，安尼阿强要来拍来。阿强啊，敢有资格甲你拍这个所在？无嘛，无资格嘛。安那讲，伊若要拍，迄叫做侵略啦，就是侵略另外一个国家嘛。啊，台湾是既然是入美国的这个占领区，美国就打造成啊。所以为什么你认为总统以前咧做总统的时候，哦，迄阵要开始选举，就讲什么飞弹要拍来，才讲什么空包弹，有无？其实，迄拢美国的资料过来，甚至第七舰队拢伫遐嘛。啊，真正咧过台湾的是啥？美军啊！因中华民国这敢有法度通讲？无呢？无在调呢？敢若演习讲用放音乐带的，要咧演习呢？所以，可见咱根本上，咱爱把整个的逻辑甲真相搞清楚，都袂产生问题，都袂去骗你啦。啊，若中国要来拍台湾，伊敢有迄个能力？有无？无啦，唔免惊啦，无啦，对唔对？无啦，免烦恼。我刚才简单讲一句，讲一个参考给恁听。航空母舰的战斗群，航空母舰唔是单单一只，就叫做航空母舰呢。伊个战斗群，恁若看照片吼，看咱若上课进行拢有唱国歌吼，台湾临时国歌，迄到尾啊，有迄个四五，有迄个照片，
就是航空母舰的战斗群，前前后后，搁下骹的潜水艇，全部安尼个加起来吼，迄个上尾吼，上尾有这个照片是航空母舰战斗群吼，伊一只主舰左右前后全部安尼加加挂地面的这个啊，这潜水艇加起来二十几步到三十步左右，二十几只船到三十只左右安尼，迄一座安尼较叫做一个航空母舰的战斗群。啊，中共敢有？有无？敢那一只？啊，一只阁是刚买，用我这两千几万刚买来，两千几万刚买，本来讲要做海上旅馆呢。哦，啊，即嘛油擦擦嘞，讲要来就拍嘞。啊，叫做咩啊？叫做我两公号嘞。瓦良格号呢？瓦良公号呢？吼，是真呢？讲叫做瓦良公号，啊有听着啦，听着台湾人甲讲伊这叫做瓦良公号，感觉歹听。啊，即马佫定装一挂大炮，装装的，讲无啦无，茫改这，茫用这个名，无改名，改做啥？改做私人号，台湾的叫做私人号呢，要佫较吃力呢。吼、哦，我即马气个呢，讲安尼嘛袂通，这个名敢那嘛无好听呢，吼、哦，吼、哦。啊，就讲吼，无改做辽宁吼，啊，台湾那个辽宁号啦，拢袂听一个对啦，所以这只根本袂正一啦，干来当做海上旅馆，海上旅馆就是度假好看风景安尼会使呢，所以基本上伊无军力啦，无军力，但是吼，伊会甲你吓，中国人就是用这招，伊先甲你吓，吓下来就食过敏，吓袂来较去拍算，上这都绕跑呢，安尼啦。哦、所以咱看代志，看整个局势，咱来看到伊个真相出来安尼啦吼，呀，这予大家做参考。不过基本上，咱即卖一个法理推论安尼咧讲，足侪人拢清楚啦，足侪人拢会了解吼、哦。那么基本上，我即卖只在遮，我呐含大家分享一寡，伫美国遐有一寡大佬吼、哦，我嘛曾经遇到一寡大佬级的吼，啊，因就含我咧含我掐人者，但是咧含我呛声吼。伊甲我讲几个问题，啊，因为咱这高级班啊，可能听多拢较有啊，我有哪互大家做分享者吼。伊第一项讲因无相信有这国际法，吼、哦，讲无相信国际法，啊嘛无相信什么战争法，什么会安尼啦吼。啊，我来甲讲，我讲你若无相信国际法，啊无我问你，希腊内甲含美国的一寡国务卿。上侪拢讲到足清楚，尤其最近2010年，希腊内就伫欧盟，伫迄个东盟，就是东南亚的迄种协会内面讲到足清楚。伊讲国际代志、国际事务爱根据国际法，拢讲到足清楚。啊，中共吼有出来呛声啦，讲无弄，迄国际法吼是恁资本主义国家所设出来。阮无要甲你相信，因为伊是共产嘛，啊人迄是资本主义嘛吼，伊就讲无要相信。后来，2011年年初，希腊咧佮去 Australia， 啊去讲一摆，讲吼、哦、国际代志拢是爱照国际法，啊有一寡国家，伊就是咧讲迄个啦吼，有寡外国家无要相信国际法，啊你若无要相信。就干那当啊，看你有偌济实力讲偌济话，这报纸有写在吼，偌济实力讲偌济话，简单讲就一句话，你拳头要偌大粒，讲偌济话，安尼意思就对了。安尼就安尼讲迄摆过，中共就怎救伊啊？唔敢去讲啊。所以可见国际法，即马外加中共嘛咧讲呢，中共嘛咧讲呢，讲啊国际代志嘛爱遵照国际法啦，因为伊要去人占。什么？第一个神卡古就是钓鱼台，要去人占那个呀越南边遐什么黄岩岛、什么岛，啊，就讲啊做国际法，啊，其实呐还讲那个伊还搞未通，所以其实国际法有哪足清楚啦，是无写伫壁里尔啦，全世界拢知影，啊，尤其是小国家的咱，小所在的咱，咱哪无用国际法，咱无拳头无啦，是不是？哦，但台湾本身都无介大，其实讲无介大，哎呀，不小了啦。全世界190多个国家，咱有啊是占伫中中啊的啦吼。遮尔那遮尔那迄个脆弱的所在，你若无要用国际法，
你要怎麼和人搶，要怎麼和人拼。所以國際法是在保障小國家少數在的，如果大國家人拳頭不大粒呢，既然拳頭不大粒不能阿爸，所以要用國際法戰爭法来去保障村的这国家，就是安尼来。哦，所以即我甲迄、那个大佬安尼讲了个，伊讲嘿，好像冇听过这么一回事哦。所以可见国际法是有，唔是无，但是唔是写伫表面一条一条，甲你写个造成的，不是这么一回事。咱来去看理解国际上这国家咧做的过程。你像美国，伊去战伊拉克，我前间捌在讲这个战争吼诶。诶，流程嘛足清楚啊！美国去战伊拉克，2003开始战，前后都无甲两礼拜战煞。迄、那个过程全部一步一步、一坎一坎，拢是照国际法，拢是照战争法来咧行，就是这么一回事。无迄个无，啊那无人因空空，对迄个国际法要创啥？一定有嘛！哦，所以这部分，咱家己有哪有啥物，有这么一回事啦，吼。国际法以外，不但国际法，甚至战争法嘛拢有啦。哦，啊，第二项，伊就要讲，伊讲无要相信美国啦，嘿，美国吼，拢安那都安那，有当时啊，拢甲你骗，还是安那安尼啦，吼。其实也不是这么一回事啦。我有甲讲哦，讲美国吼，包括国务院，包括国会，包括在这个行政单位，因基本上拢有两条路线，两条路线，就是讲一条线。比如讲，对中国来讲，有一批的人会支持中国的，啊，有一批人会反对中国的，两条线来互相辩论，然后互相来检讨，看要哪做安尼。因为民主国家嘛，你袂当一言堂，所以基本上拢会有两条线。那么你若无着讲，甲你反对，你着讲伊无好，安尼嘛袂通啦吼。所以人因民主国家的逻辑是用安尼来做，啊，所以台湾的部分嘛共款啦。对台湾这个所在嘛有人，美国方面嘛有人非常支持的，死心塌地支持甲甲你揽个金都有。啊，但是嘛有内面哦，对台湾讲啊，这真正是麻烦的物件，啊是安那都安那。无要甲你操费嘛有，但是基本上唔是因为伊无甲你支持，你著讲伊这拢歹，也不见得。所以咱家己爱整个逻辑的状况，咱来先搞清楚。因为美国本身的系统本来就是有这个现象，哦，啊，咱袂用讲因为安尼就来判定讲伊无支持，啊，伊就讲，啊，伊阵咧选举拢无要支持民进党。我讲你是因为安尼才讲美国，你无要相信。其实我甲讲。民进党因为是中华民国体制内面，啊，惊唔到帮经，所以不过美国人无要甲你支持嘛。你若对，老早唔免讲啥，人老早就甲你报较好势，因为民进党前后20多年啊呢，1987开始到即马嘛二十五六年有啊，啊，遮久的时间，你一直拢无行出一条正确的路出来，当然美国会甲你放边啊嘛。哦，看何必我搁甲你支持？支持你搞的等于顶打，因为你都无根据国际法的路线来行嘛。所以这概念咱家己我们爱搞清楚的，为什么人伊会用安尼解释？啊，说偏偏安尼咧舞，偏偏安尼为台湾咧拍拼。所以因这党派，包括台独联盟啊，包括一寡这派系，包括民进党，其实咱嘛甲肯定讲，伊早努力过。吼，咱唔是讲甲完全拢一笔勾销，拢否定他。但是基本上，就是你家己爱调整你的方向，因为你若无根据国际法来行，你可能我那一刚刚没弄入边，会去弄入边。所以，咱伫这过程中，咱我那是开的大门呐。讲个简单，咱民政府，咱既然政府啊，咱就是包纳所有的人，咱无迄个搁再干么劲。但是，你若无照国际法来行，真实的，你爱怎个定去教育？所以为什么咱今仔伫遮咧上课？为什么咱主要安尼初级班上、高级班上？这就是训政时期，就是爱训练。啊，为什么要训练？因为咱以前所有的教育拢是无正常的，咱以前所吸收到的资讯拢无正确。所以美国方面嘛，讲啊，像恁爱先训练呢，训练愈多愈好呢，因为台湾人方洗脑了，方改变一个头壳思想了，拢走唔掉去呢。
啊，你即马来查某的人，无了解这个过程，一讲到唔当么乌乌亮嘛，唔是办法啦。哦，所以一定爱先把脑筋洗好正确，包括这其他这外口这派系，虽然总爱台湾，但是伊那用的方式唔对，就巧伊啊咧，就巧伊啊咧。所以听台湾爱台湾，大家拢爱啦，恁嘛拢爱台湾嘛，对唔对？有爱台湾无？有啊。啊，因遐嘛讲伊爱台湾呢，但是这敢那想哪呢？我譬如甲讲，敢那想妈妈吼，都已经迄个血筋，迄个血管去读着，因为胆固醇相关还是怎么相关去读着，啊倒伫遐啦，啊你不时当来甲看，搁挂猪脚，搁挂卤肉，要当来好食，安尼敢对？啊，你听妈妈没有错啦，迄个心对，啊但是方式唔对嘛。你唔嘛用较清淡的规矩就好哦，啊，等上台等下甲看，啊，甲按摩，甲挲挲咧，甲斗阵，甲洗动一下，安尼就好啊。你挂猪脚、挂卤肉，无挂来我只较贵气啊。哦，方式唔对啦，最主要原因就是啦，伊整个逻辑概念无正确啦，无正确。所以你一旦那是这个现象，美国都唔睬你，因为美国咧看。是看你的表现对甲唔对，啊！唔能讲美国来甲你教，没有这一回事呢。你家己若无基本概念来行，伊无迄个义务甲你教呢。所以欧美的观念吼，甲含东方的观念可能拢有偏差啦。欧美的观念，伊袂甲鱼啊煮好好，佮放姜丝，佮甲你野米酒，佮放到你的头前，互你食，无遐功夫。后尾方式会教你去安那钓鱼，啊教你去安那抓鱼，啊等下要安那处理，要安那食，要煎的，要煎的，要煮汤的，要安那你家己处理。后尾方式拢是安尼，啊台湾人的方式是，吼真功夫个口令哦，太太嘞，啊个出姜丝哦，啊个诱瓜米酒哦，捧来到头前哦，个个分分哦，好个吃安尼，真功夫，真正真功夫。后尾方式绝对无安尼啦，绝对无安尼。哦，所以咱爱家己学习这个欧美方式，因为你甲看甲遐好，啊囡仔变袂大汉哦，你是害伊呢，唔是教伊呢？教伊的办法就是好伊做，啊你当边甲观察，唔得管伊甲改，管伊甲讲，安尼才是真正教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哦，所以咱的观念慢慢爱对欧美的方式，因为咱既然知影讲中国无好，要含伊切落开，啊，要跳入去变成较先进的，咱得学人好诶，学人水嘛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所以这个部分，伊咧讲无相信美国，无相信是因为你感觉人无注意啊，通甲你捧好来伫你的头前互你食呢啊，啊，干那遐叫多吼，你就淡出林丹。哦，无遐食甲遐好啦，人去后方就是教你讲，你得安那去钓鱼啊，啊，剩的路你也家己行啦。哦，这个概念就是安尼来吼。啊，另外伊咧讲嘛无相信讲国际干涉对白。我讲国际干涉未干涉，有那看你的方向甲路线对唔对啦？你若不是拢唔对的，所以像今早谢长廷咧选总统。迄阵敢那含苏贞昌，哦，做伙要选总统，啊，谢长廷有来美国，啊，去到美国，美国方面的人员嘛坐咧咧含伊检讨，伊坐拢啊，阮台湾要独立无，当啊巧伊，当啊巧伊，因为唔对方向啦，啊嘛唔对理论啦，哦，所以你一定爱家己甲整个逻辑概念搞清楚，你才有法当去含人讲。所以我常在咧讲，台湾的代志，咱袂用个感情用事。咱袂用家己一厢情愿，咱要将来是要行入去国际，将来是要变成国际一份子，咱爱讲迄个国际上听有、国际上看有的物件，对不对？对，对不对？呀，所以咱将来的台湾嘛是算国际一份子，所以这个物件，咱一定爱对国际的逻辑来走而行。国际上的国际话其实都简单，红灯就停。啊，青灯就行，安尼尔啦。那简单讲就是安尼，就是讲你国际化，你跟得上。啊，那无着，不应该的，你得要停来。好啊，会使你去行。所以为什么当初咧画公道，就是陈水扁总统迄阵咧杀公道，
美国讲到尾个企业个时个讲，你这是麻烦制造者，就是安尼来，你都不照国际法嘛？明明红灯都停，你唔停，各国撞，各国撞，独立人嘛讲你这麻烦制造者，啊，你若青灯较来行，就对啊嘛，是不是安尼？哦，所以这个怪概念，咱大家有哪是爱有这个国际法的观念？啊，为什么国际法乃足侪人拢唔知？因为中华民国会惊呢。咱即马一个咧上课，又要惊死呢，皮皮错。因为愈侪人知影这个国际法，伊差不多愈爱可能爱卡通爸爸爱走啊。因为一旦咱若知影国际法，咱根据国际法来要求，根据讲战争法来甲讨。向美国讨啊，唔是向中华民国讨吼。咱向美国来讨，代志足清楚，嘛应该安尼做。所以到到迄时阵，中华民国没有生存下来的余地啦，因为伊是非法的，伊是流亡的嘛。吼，等人变成说有当时来讲，阮伫海外遐阿话讲，啊，你拢唔惊中华民国给你掠吼？吼，因迄什么资源拢有啊，人员拢有啊。我甲你讲，到时向要掠，向阿个唔知咧。对唔对？哦，下面咧，伊要甲咱咧，是咱要甲咧，甲差不多啦。因是流氓走来的嘛，台湾的嘛，讲啊足清楚，去遮官庙讲，对唔对？啊，都可惜咱遮庙讲拢行行呢，是唔是啊？有行行无？啊，唔能够行行啊啦，好唔好？啊，较精神咧，啊，讲哦，搁较侪人听，因为吼，咱家己若不在乎，人就。也跟你模糊啊，因为你家己都不在乎嘛，哦，所以一定爱记着，唔通讲去遮个官庙讲阿庙讲个不是行行啦，吼、哦。OK， 啊，过来就是讲有一个迄个大佬，我那里问讲，嗯啊，这台湾吼、哦，台湾的代志爱靠台湾人家己啦，唔能靠外国啦，唔能靠国际啦。我讲啊，你有偌济拳头好啊？要靠家己好啊？你应该讲加一句。靠家己，啊，真正适当的时机，爱国际上来给你帮助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每一个国家吼，尤其是国际上，那经过一寡只革命也好，还是什么也好，拢是国际上干涉出来，无迄个讲完全无。你讲像上简单的咧，美国，美国当初诶叫做独立革命吼，谁甲帮助？法国甲帮助。法国甲支援呢，吼、哦！啊，你像然后最近中东遐国家咧战争，什么阿富汗啊、好伊拉克啊，什么，敢有国际干涉？有无？有啊，嘛是拢有国际入去啊。无迄个家己会发达啦，吼、哦！啊，家己无法度无要紧，你要讲家己救家己，所以我遮有较一个教授，我那含我讲阮姓错，啊，我卖讲名了。哦，伊嘛是讲啊，自己国家自己救啦吼、哦。我讲啊，你家己敢有迄个本事，通去救自己？你会当用这来鼓励，讲来家己的代志，家己爱有意愿要来做。啊，人若要甲你做，你嘛是爱接受伊做，这叫做天助自助嘛。吼、哦，你家己若唔做家己，当然人就无迄个意愿。啊，你做家己以外，那这个时机适当的时阵，人国际上要甲你斗下手，你嘛爱互伊斗下手，因为咱家己真正是无迄个遮大个气力。毕竟咱是无一个完整的实力，诶，这个执政权，诶，这个组织来要对抗一个有遮尔那庞大资源控制的这个政府，唔是遐简单。唔是遐容易，但是无要紧，咱有意志，咱一定会成功。但是这个中间遇到国际上要甲你斗下手，何乐而不为？是不是？好、哦，所以这个部分，我是感觉大家有哪有一个概念，唔通不是用迄个鼓来迷失。迄鼓其实是要害人，要害啊呐！你即马家己讲话，讲自己救自己，哎、欸，啊你那内面有发生什么动乱的时阵？那边那个阿巴斯就出手呢，很恐怖呢，所以不能说这样，就是说咱自己要天助自助，自己先说要救自己，然后要求国际上来倒下手，这样来就标准了。所以我就说，我那个教授我哪有什么事，我说你说一半不对，你要说完整，不然人可能逻辑对你说的说不起来了。你一定要讲个完整，就是咱要求的，就是要爱天助自助，啊，咱家己爱有迄个意愿要救家己，这是基本的道理啦吼。啊，莫讲国际上甲你
甲你支持，甲你支持啊，甲你干涉，你都拢全啥物拢甲反对，毋是安尼啦，毋是安尼啦吼。OK， 那么然后搁再来有咧讲，讲诶、欸，啊恁这 TCG 就是台湾民政府是谁甲恁认定的啊？伊拢问啊，问讲谁甲恁认定的？我讲足简单啊，谁去告，谁去告美国的啊？谁去告？咱民政府去告的嘛，对不对？吼、哦，迄阵秘书长带领228人去告的嘛，啊告咱就是原告者嘛，吼、哦、啊有的人讲，嗯，啊人外口嘛足济单位咧抢咧做啥物，嘛即马讲啥物台湾啥物主题政府啥物政府一大堆，这就是我哪咧讲的伊拉克吼、哦，以前2003到2009，伊的民政府伊拉克民政府较正式起起来到桌仔顶，啊未防下起来到桌仔顶的时阵。30几个，因的伊拉克民众嘛咧抢呢，虾米款的民众，虾米款民众，我一大堆。所以我咧咧笑讲吼，大家知讲，台湾以后吼，迄路边咧卖饭人的，嘛有虾米民众不能打，嘛有民众有牛肉面，一大堆拢会走走出来。这就是到时会足侪人要抢，啊，足侪人抢无要紧，表示因拢已经知影讲，哎，有这么一条路啊啦。啊，上重要就是我咧讲。你爱有这个立场，就是呐，你的理论要正确。啊，你阁是原告者，无找你，无要找谁？上简单的道理啊，你去讲告诉，啊，告了有一个结论啊，法院敢有可能找恁厝边迄个讲？袂嘛，一定会找你讲的嘛，一定找你处理代志嘛。那我讲走去找阿皮伯，还是走去找恁隔壁迄个人讲？无道理嘛，一定会找你的嘛。所以咱只要是原告者，他一定要找我们，一定要和咱协商，一定要和咱处理，因为咱有正确的论述、正确的方向、正确的这条件，通好来和面讲这个代志。吼，所以为了讲啊讲啊啊，这 TC 都无经过一般台湾人的选举，哦，又搁爱选举啊，台湾人足爱选举的呢，这爱地赌啦，足爱地赌的，选举就是咧地赌啦。我跟美国的朋友讲哦，你敢不知什么叫做法？You know what the name is ROC Republic of China， 不是 Republic of China， ROC 是 Republic of Casino 呢。Republic of Casino 是大叫共和国啦。Republic of Casino 爱地赌，总爱选举，选举就是咧地赌较济嘛。啊，佮是啥吼？佮咧倾钱嘛，做生意啊。欸，你甲想看，我嘛甲美国迄边啊讲，全世界无迄个讲选举了，一票30块。伊讲啊，什么叫做一票30块？我讲一票顶有1块美金呐。啊，那600万票就是600万台美金呢。啊，有遮好康啊，毋捌听过呢，全世界拢无呢。啊，恁大家在座可能搞不清楚，想讲全世界拢安尼哦，无迄个代志呢，都干那独独只安尼尔呢。独作家呢？啊，是安怎解安尼？因为伊就是少想要揪恁大家踊跃来投票，啊，所以才咧参与选举的，嘛会认真去讲落来去宣传，宣传大家赶紧来选票，赶紧来投票，因为伊要争取迄个一票1块美金，一票30块的物件。你甲算算诶，蔡英文600几万票，偌济？要到2亿呢，规个底啊烧烧呢，啊，这个马叉叉，偌济？要到2亿外嘞呢？要到700万票嘛吼？2亿外嘞呢？2亿外会惊人呢？这真正足好做啊，足好赚啊！啊，咱唔是用安尼，所以咱 TC 这咱民众无选举的问题。我头先讲的是军政、训政、宪政的机关无选举的问题，咱也无宪政。宪政就是宪法啊，咱阿未有宪法以前，咱无选举的问题，无选举的问题，所以一切台湾的状况，拢爱听美国占领全国的安排啊。所以美国为什么爱和咱协商，爱和咱处理代志，就是安尼来，这就是根据国际法来行哦。所以有人讲，那人想甲你认定的，你以后那听到这個，你甲拍胸膛。是在阮认定啦，啊，就是美国认定的，以咱的 ID 卡写个足清楚，后边嘛写个足清楚 ，USMG 之下所发的 ID 卡，这足清楚的物件嘛。有人讲，恁的 ID 卡甲家己做的像玩具安尼，我啊无你去做看卖啊。
你脑子的无你去做看麦，迄后边有晶片呢，吼、哦，啊个而且有迄个密码的文呢，拢伫顶头呢，你去做看麦啊？有啦，啊，即卖有人讲后要拼场啊，吼、哦，300块一张，后、哦、一百块一张，500块一张。啊，话讲啊，恁这收啊1000块，人迄较500尔。话讲无啦，人迄去另外一单100尔，敢若食饭，像咧化甘蔗烧香，化赢人诶。其实毋是安尼啦，其实咱收1000块足俗呢，真正足俗。因为咱这张卡诶过程是安那，就是咱诶资料用好，款好势，送去美国，等下同个审查了，送去美国。美国接到，甲你做做，做卡公司甲做了，卡阁送当个 AIT 甲通知咱去下出来。啊，即间做卡的公司，以前就是咧做啥，就是咧做科威特的，科威特的。啊，科威特即卖已经较平静啊，即卖来换做咱的啊，做咱的啦吼。啊，所以这过程中，有人讲，敢若想要恁家己用呢？包括伫美国迄边遐，阮遐我。伫海外的乡亲，若要办，赶快买个送登来台湾。台湾才整理好，才搁再照这個程序用好，用好了，还搁再寄登去发给遐乡亲呢。所以伫海外遐的人吼，较委屈的，爱加收10块美金。台湾才是1000块台币嘛吼，阮遐收40块美金，啊，大家嘛足欢喜啊。班的人足济啊，拢欢喜甘愿，因为大家拢了解嘛，这是过程加遮济工课，总是爱去付一寡费用安尼嘛。所以海外迄边遐咧理解性较悬啦，啊较了解。啊，台湾即台只1000块，其实即个1000块内面多数拢是遮过程下去啦。啊，咱真正伫内部遮做工课做物件，足可怜的，做没做真吼。啊，较无几块银行好用留来做费用，但是恁来知影，平平安尼咧做卡，中华民国签一本护照偌济？1600呢？1600啊，然后有一寡立法委员起来甲呛声了，甲改做1300嘛，对不对？因的1300这张卡，因这本护照嘛是送去美国做的。伊迄个晶片嘛是爱送去美国用呢，啊，所以过程中拢差不多是像伊收1300，啊，咱收1000，啊，搁咧嫌这伤贵，哦，够无天良，真正够无天良。咱收1000块真正作俗个啦。啊，话讲，啊，人因嘛有直接，你讲伊送去美国做，啊，因即搭只买当今仔做，马上明仔当摕，够有遐搞？有啦，伊有准备一台小台啊，咧应付临时用的。用户临时用的，所以这部分咱其实拢足了解，所以咱的系统甲因的系统应该讲个拢共款，但是无共公司做啦，无共公司。为什么爱做用这個晶片？因为美国方面去全世界安尼个控制者算算的，全部上高假护照是啥？流氓政府这本上高假呢？中华民国这本护照上高价呢，啊，几乎逐个月拢掠几啊千本出来呢。啊，你做诶，做仿假，拢伫对，伫菲律宾也有啦，泰国也有，拢专门咧做假，假中华民国这本护照，因为利润袂歹嘛。足侪遐迄边中国人足爱要下这本嘛，因为这本好出力嘛，是安尼嘛。啊，所以为着这个问题，我美国嘛头壳摸咧烧啦，因为就刚刚要掠这假护照，嘛爱费尽心力吼。到尾就想讲啊，敢那想爱狗啊、宠物动物吼、狗啊、猫啊，那要去要走无伊吼，甲藏啥？藏晶片，藏晶片里吼，看那远伊就找得到啦。就是这样，就是甲你藏晶片里面，安尼就袂去要无去啦。啊，所以咱。包括咱的 ID 卡甲因迄拢时常爱藏晶片入去，伊就是要控制整个即个过程，袂使上一个假护照安尼啦。吼、哦，所以说即我那互大家做参考吼。所以我是讲讲，咱家己一般的概念有以外，一寡临时的反应嘛爱了解吼、哦。啊，过来话人讲，即、這个大佬嘛咧甲我讲，啊，伫台湾吼，都、就是全部住伫遮，都拢是台湾人，毋通去分呐。我讲听你咧解释，啊，若盲分，人伊嘛差差嘛讲伊是台湾人呢，
啊，胡锦涛嘛讲伊是台湾人，伊瘾台湾瘾即块瘾较久啊，伊嘛讲伊是台湾人，怎么办？袂使安尼只啦，国际有一个国籍化足清楚诶，所以为虾米金门以早吼，即报纸媒体有捌报过一摆，金门诶人要签证送来 AIT 这边甲金门诶人诶国籍写虾米国籍？中国、中国诶嘛？为什么？因为遐真正是中国诶，所以即国籍化、国籍吼，国籍化是非常正确诶。啊，咱免个乱呐，因为咱若个互伊安尼乱乱掺的，咱干呐乱规个拢会了了去。所以为虾米咱只请 ID， 咱需要恁去日本时代或者天本，这是一个武器呢，这是一个秘密的武器呢，是日本时代甲咱用这户籍留落来要互咱应用用的，啊，咱都袂用用着食啦啦。所以美国迄边遐嘛甲咱讲。恁敢知影要安怎分台湾人，敢毋是台湾人？哦，以前吼，安尼戆拄戆着讲，啊，住伫台湾就是台湾人。啊，你讲现嘴皮，谁甲你讲住伫台湾就是台湾人？啊，你若住伫美国，毋着变美国人？敢是安尼？毋是嘛？爱安那？爱经过户籍制度的过程嘛？你去住咱美国，去观光佚佗，啊，甲猜下，就讲你是美国人，够有遐好康？安尼我嘛话，毋是安尼呢？你去到美国？你要申请，请什么？请居留，要符合条件，由第一优先到第五优先，逐个优先内面，你要看讲对一项你适合，去请居留。居留了五冬，住伫遐足五冬以后，才阁考试，考伊宪法，考伊法律，考伊当然无考啊足深啦吼，免烦恼，考伊个基本的物件，像无你嘛爱讲讲英文。讲几句啊嘛可以，那么有通过啊，才会当合理会着公民呢。啊，公民来个呐，爱宣誓呢，做宣誓呢？为什么要宣誓？宣誓就是向天就抓嘛，向你家己的效忠对象就抓嘛，这足重要啊，足重要。所以有啥物奥巴马，咱只相片后底后边遐，奥巴马选择总统。为什么要手摸圣经宣誓？宣誓在因欧美的制度内面、环系统内面，哦，足清楚。因甲宣誓当作是一个真神圣、真尊严的一个工会。你若无经过这呢，你其他代志拢不算数啊。啊，所以台湾这边这嘛是同款。咱将来这中国人来到台湾，伊若要下咱的台湾 ID。一定要经过这个，这是宣誓啊！啊，因为国籍这两字吼、哦、有三个意涵。第一，你要下国籍，你要有自愿，啊嘛有意愿，你要有愿意啊，愿意讲我要来下啊。但是咱台湾人敢有安尼？甲咱挂一个中华民国的，敢是自愿？恁敢有自愿要做中华民国的？无啊！啊，伊就甲你硬盖给你嘛，迄个唔对啊！唔对，唔是符合主观的啦，啊嘛唔是，嘛唔是讲安尼欢喜甘愿的哦。所以第一个，你得爱有符合主观自愿以外，甚至第二项，你要合法，爱符合国际法，符合这个法律过程。哦，啊第三，你得本身真正有要效忠迄个所在，话吼啊其实嘞，人讲放世界有，放鸡屎有，啊生鸡拢无。迄就食力啦，所以为什么宣誓就是安尼来？所以有人像进前咧讲选举的代志，我讲啊，台湾人就选着总统，陈水扁、李登辉选着总统，啊，就选着了，还去甲冰岛就好啊。我讲来，你若用安尼讲，就牵涉到欺骗。你看，我来问讲，我讲你甲看，陈水扁当初选着，伊。向向宣誓，中华民国宪法宣誓呢？啊，宣誓啥？宣誓的意思就是要共效忠，要共服从，要替人做代志嘛。啊，你讲讲选得了，卡过来冰岛，哦，啊那安尼哦，都乱去啊呢。所以这牵连到你若用安尼处理，牵连到啊那，牵连到欺骗，会欺骗什么？就是表示你会欺骗伊中华民国。
有一天你也欺骗我国际社会呢。哦，所以为什么因对这个选择非常重视的是安尼，非常重视的是安尼。所以话人简单啊，我的手举起来，斩鸡头就抓。哦，台湾人足爱斩鸡头，迄鸡啊足完弄哦，不是用斩鸡头。啊，其实人因的选择是非常尊严的代志，啊，非常一个这严肃的工课安尼。所以这个部分，咱家己有哪爱理解的讲，住伫台湾的，唔是都一定台湾人。哦，有两种，我头先嘛，以前嘛捌咧讲过，台湾有两种啊，诗诗有两种啊，一种是本土台湾人，啊，一种就是外来的，会讲讲是讲外国人，啊，所以我头先讲讲美国人，甲咱问讲，啊，你要哪分？要哪分？本土台湾人甲唔是本土台湾人，这嘛一个问题。第一，就是安那，你爱甲讲，1945年。九月初二以前，你有户籍伫台湾呢？迄就是本土台湾，包括伊个子弟，包括伊个孙，遮拢是同款，就是本土台湾啦。啊，是安那个1945九月初二，那毋过较早，那毋是8月15，那毋是8月20，是安那个要用九月初二。日本天皇宣布投降是8月15，啊，8月15。到九月初二迄段时间，因中国迄边拢还袂过来，是九月初二开始，较有过来台湾者，含日本天皇者参详即个投降书的签署的工作。所以伫九月初二以前，台湾者是一片单纯的热土，拢是本土台湾人伫遮。九月初二过，才开始有中国人来。所以九月初二以前，你若伫台湾呢？全部拢是纯种的台湾人，是本土台湾人，拢是真正是标准的本土台湾人。啊，那是九月初二过啊，迄个爱参考，迄个爱搁再判断啦。哦，所以这个过程中，咱要哪判断本土台湾人，甲唔是本土台湾，用迄做标准的物件，用迄不标准的物件。啊，所以日本有哪有捞秘密武器咧，互咱？就是日本时代，好一点么毛笔字写迄份，是安尼来。那么话人讲，啊那安尼伫台湾待遐久的，这所谓中国人诶，怎么办？有啊，这嘛是人分类。咱的规划啦吼，咱的规划就是，那是伫823炮战、823炮战，大家捌听过啦吼，知影嘛吼？823炮战进前，伊阵就来伫台湾的，这中国人。会当予伊第一优先先来诶居民呐，吼、哦，啊那是823炮战过以后较来，得爱第二波啦，第二阶段到虾米时阵？到个埃克法签以前来伫台湾呢，我那会当予伊接受，但迄算第二波诶啦，第二波。那埃克法是2010年签诶嘛？好啊，一个法呐签过了，就拢完全袂使。咱台湾无迄个条件，嘛无迄个资格，就刚刚收只难民、垃圾人，收只垃圾来了。咱有条件，好啊，尤其是你呐，以早伫中国对只走来台湾，啊心无伫遮的，迄咱买当个打叉，咱有决定权呐，无一定爱互伊，但是。一定爱有迄个心伫遮，所以我就讲，咱唔是人伫遮的遵守，嘛爱有迄个心遮，安尼较有意思啦，对不对？哦，啊那来个无迄个心当遮，伊住得嘛艰苦呢。哦，你爱有心，真正要当遮，啊，真正要为大家做出付出，做出奉献，就真正要甲疼惜这个所在，较有效嘛。干那口口声声喊爱台湾，大家嘛爱。唔是爱台湾呢，爱疼台湾呢，对不对？吼、哦，所以这部分我那给大家做参考，因为足侪人我那有这方面的误解，阿嘛无讲解清楚了解讲是怎么一回事。所以这个部分，包括咱姐姐各位以后伫外口闹咧斗宣传的中间，可能会遇到各种无同款的这个。无同款的这个问题出来，啊，咱原来学习一寡迄个，若有无着迄个你袂晓回答的，你麦当含中央遮研究，啊是含各州
吼、哦，像比如讲，你伫台中州的，你通含台中州这边，来讲，哎、欸、来，我跟州长这问一下，我遇到什么什么问题，啊，都爱安那含伊抢，安那含伊答，安尼才会当含伊真的赢赢嘞。这拢爱检讨啦，因为咱再来无这方面的概念，啊，无这方面教育过啦吼。啊，这不是讲咱姐姐各位来这听几半夜的课，就会当完全。了解所有的问题嘛，无遐高。包括我嘛搁咧学习，我嘛搁咧学习的。啊，其实国际法、正常法这无难呐，真正无难呐。我无读什么册，都拢听有。啊，像迄个蔡英文啊，迄什么人，因迄要听无？因毋是听无，心无要听。最主要是安尼，即大脑级的，基本上因毋是听无，因咧拢读过来扑的呢，扑过来扑，扑比咱较侪扑的，因无就听无。最主要。是伊，甲你当作感觉讲，你拳头不无我遐大粒啦，你还袂遐大尾就对啦。啊，咱有一天咱嘛是爱努力，努力好较比较起，互伊感觉讲，哎、欸，咱比较大尾啊，迄阵伊就紧张啊。舞这个过程中会较辛苦，所以咱嘛是爱努力杀，咱爱努力拼，互伊感觉讲，哎、欸，有一天咱的程度，咱的拳头不，咱比较大尾啊，伊就重视这个代志。都爱安尼啦，啊无其他办啦，因为伊高高在上的环境之下吼，伊袂去甲你思考这個，伊起码有真侪好处嘛，真侪其他会当得到的利益各方面足侪，所以伊较有可能讲，这个大地的这个饼，唔只该带咱饼先来食你这细地，啊是食袂到的物件，伊袂安尼甲你想，所以因的概念还佫无伫这个方面啦。啊！但是咱一个硬讲、硬杀、硬做，只要成绩一个一直出来，自然他不得不面对。哦，包括国际上嘛是同款。咱伫国际上咧讲，遐国际上的人士，包括教授、学者，一听拢 it correct make sense， 就讲你讲的标准。啊，这是 make sense 的正常应该安尼思考逻辑，因为咱这是讲对国际化咧行的嘛，拢听有呢。啊，等到台湾内面才听无，足可怜。但是无要紧，咱较辛苦，有哪是爱上，爱努力。有一天总是要听有，因为咱咧做一步一步的成绩，一直咧凸显出来，由不得他不相信，由不得他不相信吼。我伫只有哪甲大家报告讲，这段时间来，咱伫美国遐的进展吼，进程即个。咱的办公室吼，伫华盛顿 DC 的办公室是2010年，咱办酒会了，都拢已经成立伫遐，啊嘛拢一直拢有伫遐。啊，因为咱以前无足济人员通去运作，所以我迄阵拢是洛杉矶啦。啊，若逐摆要去遐吼，我来坐飞机，哎，飞五点外钟呢，毋是想讲我只到台北到高雄安尼近近啊，没有呢，我爱飞五点外钟。啊，遐若坐落雪吼，真正足辛苦的呢。阮一摆迄个2009年咧开即个 appeal court 的辩论庭吼，啊，咱在这这正常因嘛拢有去过吼。阮去的时阵，迄阵才二月份呐。啊，我心实了呐，去到遐，阮内面一挂东西，就讲啊，无来租车，啊，美国拢有习惯租车家己开嘛吼。啊，一个落飞机，就拼去咧租车吼。啊，租车吼，车家己牵出来。啊，迄小姐顺便一个女仔要互你，就是要刮鞋用的迄啦吼。阮他妈刮一波久，刮拢袂好势。迄小姐怎总讲 ？No， 不是这样子，爱用讲的啦，爱用讲的就对啦。迄雪拢结冰啊！我有够严重啊！真正是冰天雪地哦，足辛苦啊！所以迄搭遐基本上大部分都是这段时间来，我拢是有代志，我较赶病去啊，处理较去再倒转来，因为我家己往那住伫洛杉矶，啊遐较烧热啊，较笨蛋就对了。无啦，基本上迄个所在，咱一直拢是有秘书伫遐咧处理啦，啊无家己本身伫遐。那么最近。就是这个今年初，咱有林德兴先生，啊，伊足甘心的啦。伊本来嘛是往那住伫洛杉矶这边的，哎，我来，哦，啊，咱就派伊回过迄边呀。哎呀，去到地吼，真正一说吼，门一开开，拢头半人悬呢，
拢半人啊，要出门来先解切。签莫开，还当行出来吼，不只辛苦啊！所以伊迄边个大家，我拢足个支持，逐工拢爱个安慰两句啊。讲啊，恁遐今仔气候较好无？无啦无啦，卖想恁自己啊，无要紧啦，无要紧，较更好嘞。啊，个安慰几句啊吼。啊，伫迄搭遐，伊去到遐，有非常拍拼，伊着国会、国务院啊、各方部啥各方面的管道拢去咧行，拢去咧做。啊，国会方面，国会方面，迄个国家安全单位一个国会的迄个主席叫做 Edward Lewis 吼，迄个是为洛杉矶选择过来。啊，即、這个吼，伊原来算属于共和党的啦。啊，我那知影台湾一挂代志，啊，咱去甲访问、去甲拜会的时，因一个秘书，我那含咱接触。好，阿含咱叫做称呼咱是台湾大使，台湾 Ambassador 400多人来第一摆，有水无？有水无？真正是无简单吼。啊，这样就是姐姐大家所努力出来成绩啦吼。哦，所以国会部分伊嘛甲咱肯定，啊，国务院内面咱嘛站去到遐，啊，因内面有一个叫做台湾 Coordination Step， 那翻作中文叫翻作咱汉文吼，叫做台湾协调处。台湾协调处，原来这个单位就是专门咧处理台湾的代志，爱跟坑底下滚了十档啊！原来就是伊伫遐咧等人呢，咧等人呢，啊，咱一早拢唔知，因为咱早无几乎拢无人去研究国际法，啊，所以拢唔知有这么一回事。原来因迄单位伫遐咧等咱去啦，啊，咱一去讲，哦，你来啊，吼，总算来了，安尼就对了，吼，吼，啊，所以。这个台湾 coordination staff 吼，我那知影足清楚咱台湾的代志。平平伫迄搭遐，一个金叉叉，中华民国的金叉叉，马英九的亲密的人，迄个嘛去伫华盛顿 DC， 国务院袂当入去，袂当站入。为什么？因为美国的总统每一任若上任，拢甲因所有的行政单位的人员讲甲足清楚。恁袂使和中华民国这个单位的人接触，还是去个拢袂使。为什么？因为中华民国没有啊嘛，打叉嘛，无啊嘛，啊无承认伊啊，你哪会使去？所以中华民国伫美国十几个代表处，拢是民间组织，民间组织，咱直接入去讲国务院，伊嘛无法度人甲咱动，这是正确的嘛。所以咱入去到遐非常欢迎，欢迎到尾来讲，你们总算来了呢。安尼有水无？无简单啦，对不对？哦，这就是大家所努力过来的成绩啦。啊，军方的，咱这个林德兴先生冒去，这个代表冒去，遇到军方的国防部的人，面试一个好看。哦，台湾 government， 台湾 civil government， good， very well， 欢迎到尾来，因为伊知影。这就是正确的路嘛，啊，所以咱伫美国方面各单位、各条线，咱拢咧努力，咱拢咧拍拼。啊，这就是只要你若路对、理论对、走对房间，门总是会开啦，门总是会。啊，你若唔对的吼，二三十档，吼、哦，民进党行二十外档，拢去碰着壁，就是理论唔对嘛。理论唔对，人就无法通含你讲啥嘛。即来要含你讲嘛，讲袂落，因为你是中华民国嘛，中华民国。所以中共迄边遐讲啊，足清楚，嘛捌咧含阮要靠透露一寡消息倒来。伊讲啊，讲中国国民党互因收编啊，收编的啥物意思？收编就是因原底是我那共款的人，只不过叛离的，伊甲收编倒来啊，迄叫做收编呐。啊，讲台湾即个中华民国。可以收买啊，收买，收买就是用这甲买嘛，收买去啦吼。所以中华民国的民进党，那真正佫继续安尼行，伊跳不出去啦，跳不出去。这唔是偶然，这是必然。所以进前蔡英文咧讲台湾是中华民国，中华民国台湾，我就甲一寡只伫海外乡亲讲，伊会讲这句话是必然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伊伫中华民国这个框架内面，伊跳袂出来，伊无讲安尼无路通行，就是这么一回事嘛。哦，迄个伊家己讲的，我无甲加油呢，也嘛无甲加味素，拢伊家己亲身讲的。所以
既然呐安尼话，就知影讲伊安尼行，真正是愈来愈麻烦。人来讲啊，讲要去掠鬼，啊，结果又鬼掠掠去，就是像安尼嘛。哦，讲要去中国掠鬼嘛，啊，结果煞去又鬼掠掠去，就是安尼。所以然后谢长廷会去到遐哭到要死，连伊个祖公。啊，唔知真正是唔是做工也搞不清楚呢。啊，人家欢喜个呢，台湾人干咩呢？无爱嘛，迄个唔是含咱无关系物件嘛。哦，所以咱在家己有那概念好清楚。啊，咱一步一步安尼杀。为什么美国爱咱用这个 ID 卡？足清楚。为什么？因为咱台湾人无把你的 identify， 你的证明你搞清楚，你路行袂行啦。所以为什么来叫你的身份，你要先搞清楚。台湾人身躯顶做出来证件，敢有对一项会当证明你是台湾人？必须要上台来讲啊！你的身份证，后来那是什么？中华民国啊！佮甚至佮是国民呢，唔是公民呢。啊，若国民是无投票权的呢？啊，公民才有投票权。啊，拢骗台湾人啊！啊，佮来你的护照，护照写啥？较大声，中华民国啊，对不对？这都不是咱台湾人的啊，足简单啊。啊来，你无你会乌看的，乌看的会出来看麦啊，迄钱该会出来看麦啊，嘛是写啥物？嘛是中华民国啊。所以咱互骗遐久啊，啊佫互骗甲家己嘛欢喜个呢，互骗甲欢喜个，这就是台湾人可爱所在，就是拢无去甲认真知影真相。啊，人要叫你穿这个 ID， 就是安尼来的。所以美国嘛咧讲讲奇怪呢，恁台湾人讲足爱台湾，恁有爱台湾无？有哦，有无？有。啊，有开办 ID， 开办到安尼里里落来2266，里里落落，怎么回事啊？敢真正有爱台湾？问号出来啊！啊，这就是足济台湾人拢伫迄个逻辑跳袂出来。啊，为是安那？要等看孙仔黄啊未？孙仔黄啊，什么意思？大家知啦。要等看孙仔黄啊未？啊，甚至吼，那黄啊吼，嘛唔甘愿去捡呢？看会当人捡好、切好、够食未安尼？真功夫安尼。无你嘛讲下面汤啊去先看落落来无？唔是啊。这台湾人哦，有当时啊，迄逻辑概念真的是很不一样啊，奇怪。啊，是啊吼，有当时啊，无其他台湾人头壳足好个呢。我若当个台湾哦，食着迄乌珍珠啦，迄脸膜吼，食着拢遐流水喏吼。啊，什么乌金光啊，吼，骨哪种？吼，哦对。啊，迄往来吼嘛是安尼呢，啊，什么金钻的啦。啊，有啥物牛奶诶？吼、哦，过来将互你敬袂煞。台湾人头壳真好，真正真好。全世界会用甲海鱼啊、沙白鱼用来饲，嘛是台湾人咧，足厉害。啊，迄你看迄养殖诶，迄种迄、那个、迄种迄个热带鱼吼，迄、哦、有荧光诶有无？荧光鱼诶热带鱼，嘛是台湾人去研究出来，头壳真好。所以我咧讲台湾人哦，你若进步啊吼，唔定生西瓜呢，佫生西瓜呢。台湾人头壳真好啦，啊，但是就是这个误着家己的这个国际法的部分，家己的主管的代志，袂晓去用心想，袂晓去用，敢若足容易嘛去用骗啊。所以吼、哦，有当一寡迄个朋友话咧甲讲。哎、欸，你敢不知道全世界吼、哦，足好笑的代志伫台湾发生。这诈骗集团吼、哦，咧骗拢骗遐教授呢。啊，这个教授啊好，老师啊好，骗甲吼神，啊骗甲钱硬咧掏出来，啊骗甲欢喜甲，拢遐教授呢。真正唔知是错乱啊是安那吼。我当下想到我那好笑，啊，这就是吼、哦，咱的逻辑概念哦，拢无正确。拢无正确，这就是咱咧学习的所在。咱家己呐逻辑概念无正确，咱路永远拢就不是咧靠边啊。所以好不容易今仔必须得有研究这个物件出来，哦啊，而且佫有战争法咧做迄、那、落、個，啊，佮甚至后古金山合约咧杀，咱会愈来愈水，真正会愈来愈水。哦啊，四月二五，咱有拍算要去迄搭遐办一个国际的记者会，迄、那个记者会吼，迄、那个场所咱嘛拢圈好啊。
啊，当初开始要去遐省，所以美国迄边遐甲阮讲，啊，恁来遐搞，阁会晓去选这个所在来开记者会，啊嘛无简单。伊阁讲啊，讲恁干那会当去遐办这个记者会，都已经成功一半。哎、欸，我讲奇怪，啊，迄个所在都，大家若要进，就当去请，爱当去办，讲无喏，啊，你都唔知。迄个所在叫做 National Press Club， 就是国家记者俱乐部。唔是阿哥阿妈拢要去的当去。第一，你个名称正确；第二，你个内容正确，伊才要互你去啊。啊，你若去啊，要甲讲迄个五四三，伊嘛无要互你去。啊，咱用什么请？咱用台湾民政府去请啊。干那这个名录入去，马上准你。安尼有水无？真不简单呐、啊，真正是不简单。所以美方那边含我咧联系的嘛，讲哦，恁恁真正搞。就困到个会当选个遐好势，啊！而且咱去遐嘛正正幸运吼，咱去咧要去遐经迄个房间个时，迄个底下个主人一个美国人，啊，伊某台湾人，个台湾囝婿就对啦，台湾囝婿啊，所以经上水个经都唔予咱用，啊，计算嘛算个咱较俗，打折就对啦吼。啊，下早时啊，咱伫经论遐开会，下晡。咱要阁继续讲迄个所在，迄个 room 叫做 Bloomberg， B L O O M Bloomberg 哈、哦，迄间 room， 迄个下晡阁继续要予咱用。啊，伊讲安那呢？若万不哩有人来请，那么可能爱开几百块美金甲退掉。啊，若无人请，予恁继续用，用免钱的，安尼好唔好？啊，当然若好咯，对唔对？吼、哦，会当用免钱的嘛吼、哦。但是咱老实讲，咱一路安尼咧行吼，好个在。上帝有咧甲咱照顾，有咧甲咱看，所以咱一步一步咧杀，足好势。虽然艰苦，虽然无简单，但是一步一步安尼咧杀，真好势，真顺遂。因为咱的路健康，含上帝嘛知呢，含上帝嘛知。所以咱伫迄边遐这个记者会，我相信四月二五开这个国际记者会，咱要向国际说声，要向国际互因知影，台湾民政府、台湾政府已经起来。那么以后有关台湾的代志，你也含阮台湾政府协调，咱就是要争取这個、啊，所以这步呐打出写出来，后边会阁逐渐后续的动作，一步一步一直出来，一步一步一直来安尼。哦，所以这我嘛足期待，啊，我相信姐姐在做咱家的东西嘛足期待嘛，对不对？有期待无？有欢喜无？咱甲做好搞，行好出来了，好冇？呀、yeah, ，我相信即摆因为遮咱台湾遮有十七个吼会过到遐，啊，所以我可能伫四月初我着赶紧平顿，啊，基本上咱目前所安排的计划拢差不多拢有完整，拢有出来，啊，一寡细节我会阁等一下，阁好好啊，阁再规划一下呢吼。所以这一步一步咱咧行，拢爱靠姐姐大家一点一滴做。话讲讲啊，我干那一个阿无啥会用讲话，阿无啥，啊，你会用食饭未？会食饭嘛？啊，你用分传单袂？会嘛？这就是力量嘛，这就是工作啊嘛，唔通看轻家己，唔通看轻咧。台湾人足侪拢安尼势利个啊，歹势个，唔通看轻个。势利无要紧，迄是礼数，但是你要有信心，你爱家己对家己有信心，因为台湾的路，咱将来是变成国际一份子，唔是人边边迄落人假生还是假用的，唔是安尼。咱是堂堂正正，我那国际上一个有名有份的国际一份子，咱爱家己有信心。你事先若无信心，你就无勇气嘛。所以咱爱先建立家己的信心出来，有信心了，你就知影路到个什么时阵爱安那出声，爱安那讲，安尼自然国际上就听得落。哦，所以这方面我那靠大家建立家己的信心，建立家己的智慧，建立家己的理论来往完结。因为你若有着一寡无了解的部分，你会当含中央也好，含各州的这些人吼、哦、做检讨。因为咱老实讲真正，咱过程中足济，咱拢阿个唔捌无过啦。啊，无过，无要紧，这都是学习啊。我嘛是咧学习呢。我当时啊，那听到人咧问问题，我足爱听人问问题，因为伊问问题，我都爱动头壳，啊，得去找资料。这就是上好的时阵，就是我那咱咧学习的时阵啦。哦，所以唔通惊讲人甲你请人事，我讲啊，迄、那个吼，不是咧甲我问一寡五四三，不是咧甲我问一寡我答袂出来，
迄就是咧甲你考验，迄就是要互你学习啊。啊，若无你袂去现资料呢？吼、哦，咱人拢是安尼，拢被动嘛。啊，所以各方面我是安那鼓励大家，面对问题，咱爱有哪有信心。啊，无了解，赶紧找答案。所以足侪人哪里甲我问，我嘛甲讲，我知，我马上甲你回答。唔知无要紧，我有哪会去含一寡资料，学者、专家来赶紧找资料出来甲你回答。啊，所以这方面，伫美国各方面，因嘛足了解，咱所行的过程非常正确。因为咱过数了，过数了到底，美国无条件，我来提供足侪资料予咱。所以咱今仔日会当行到安尼，若毋是美国后壁有一寡资料、甲资讯、甲含一寡机密档案予咱，咱嘛无遐搞，真正咱真无遐搞。但是咱会当安尼，就表示咱台湾含美国。真正有相关啦，有家做伙的相关，无足简单嘛。我著甲问讲，是安怎台湾人会当去到美国过？干那即句得啊？会当过，就表示有关系嘛。无你敢有讲路边无定会遇到一个人，讲要甲过迄个人，啊，迄个讲啊，毋咧起笑，你咧看着鬼。我含你也无关无系，含你嘛无虾米亲情，含你嘛无虾米代志，啊，无代无志，你讲话讲要甲我过？一定有关系嘛，对不对？一定有相关嘛，甚至搁是真真歹的代志发生伫这个中间嘛。所以咱会当过，就表示有关系伫因内面。啊，搁而且会当过到为地方反应、高点反应、最高反应，悄悄过到到，真不简单，真正不简单。400外人来，甚至以前日本时代伫台湾，日本人嘛无在台湾过到遐远呢。所以咱会当过到遐。真正是台湾人的一个真好的成绩，真正是安尼。吼、哦，因为有的人感觉讲，哎呦，阿哥呀，还有啥物货咧？我嘛会当过。我、哦、好啊，你若要过，无你过互我看过，对毋对？甲用嘴讲闹咯，话那咱伫遐办公室，啊，我嘛会当去设办公室，无你设互我看卖啊个。你哪知影？迄、那个办公室，咱迄个住址拢写伫即个网站顶头吼，电话嘛有。你电话甲卡去，甲讲我要找台湾 government， 伊马上转互你。咱迄个办公室嘛有看板伫遐呢，嘛写较足清楚呢。迄、那个所在是美国华盛顿 DC， 华盛顿 DC 大概知影是行政中心。迄、那个所在，咱是伫大西关区呢，毋是凊彩讲啥物人要去遐设对当时，啊，甚至要阁是用一个政府的名义当遐设，无简单。确实无简单，因为吼，你若毋是相当有够迄个条件，伊无可能互你白当面食。遐有管制啦，有管制，因为奥巴马嘛住伫遐呢，吼，美国的行政中心拢伫遐范围呢。咱迄办公室要去白宫近近啊尔呢，要去五角大厦嘛无远呢，要去国务院嘛无远呢。所以咱即阵去到遐，即、這个记者会要去进行，咱四月二三会得去到底遐，咱可能会入去到遐内面，含伊坐来讲话，真无简单，无简单啊！中华民国无在台湾入去国务院呢，伊上济会去到底，然后去国会呢？为什么？国会是民间的组织，民意的单位，所以伊会当入去。啊！但是若国务院真实咧，你毋免想要笑，想要来，甚至国防部你嘛袂当来。所以当初蔡英文伫去年啊、前年咧选举的时阵，讲有去访问国会，啊嘛有去访问国防部。结果美方甲讲，伊咧乌白讲，伊哪有资格通入去国防部？袂当入去啦，拢甲恁骗的啦。伊有去国会无毋对啦，国会是入去智库的一个房间啦。伊讲含我咧联络，讲我嘛伫遐啊，我都上清楚个呀、啊。所以可见咱足侪代志拢拢藏伫因内面，就是安尼来。啊，所以咱即个情形啊，咱若了解真相啊，自然也避你袂倒啦。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在门咧讲个情形，伫美国讲过一回个事呢，当来到台湾讲了阁毋对呢。伫美国嘛是遵照国际法安尼讲，讲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，啥物讲啊足好势。我当来要选举啊。说讲台湾政府中华民国，中华民国等于台湾，啊，最终的选项是统一。哎，即句敢听会落？敢只吞落？
骗台湾嘛，啊嘛骗美国嘛，所以美国听到伊咧看发表即句话，气甲一个面碰西西啊呢，吼、哦、啊个面青滚滚，啊，阮互骗去啊，阮互糟蹋去啊，就是安尼咧。啊，所以到尾会输人80万票，这毋是凊彩呢，人老早拢甲你算甲真好势呢。哦，所以足侪概念拢无了解啦，甚至去国会先。美国国会人嘛送了一支美国国旗呢，敢若相片嘛有翕出来吼，啊伊袂晓用啦，迄支国旗怎啊藏伫出迄个藏书内面呢？应该讲个人送你，就是要叫你挂出来，就是要叫你挂出来。甚至你认为做警察咧做中华民国总统的时候，伊有去过经过什么用什么专机的方式，人嘛有送伊一个美国国旗。啊，就拢藏伫抽屉内面啦，无会出来。迄应该挂出来，应该挂出来。正式的这个旗的挂法，就是应该讲起台湾这旗啊，若要挂，美国国旗先挂头前，挂顶冠，下面卡挂其他，比如讲大冠的，或者是将来民政官啥拢安尼挂，迄次顺序爱正确啦。啊，但是人家都唔知啊。伊想讲人送迄是要互你送咱厝人好看，唔对啦。所以你看美国这个做海军陆战队送咱那个旗啊，咱听咱接到这个旗啊，马上挂出来。美国讲 very good, wonderful， 挂出来。哦，这就是安尼嘛，因为伊要送迄唔是要互你做玩具呢。是不是？就是要让你站出，让你会当表现出来、表示出来嘛。所以台湾的路将来一定真水，但是要真水，咱要付出打拼。咱若无付出打拼，无可能会水。就是咱要表现咱家己的行动，表现咱家己意愿，安尼人才会对后壁给你送。无迄个人抬鱼啊、抬便便，佮煮姜丝，佮给你放较好好，要互你食，无遐功夫啦。一定你爱家己有意愿，啊有想要冲，有想要做，啊坚持得定。所以台湾的咯，一句话，咱的坚持，坚持再坚持，坚持到到，坚持到台湾的咯，走出来了，好冇？啊，时间敢那到，咱才开始后边敢那有代志要去宣布嘛吼。啊，伫即大家感谢大家，咱继续努力，继续打拼，明仔载台湾会真水。继续努力，继续打拼，拜托，多谢努力。谢谢